不只是游戏 ，VR 未来三大趋势。来到一年一度电玩领域必朝圣的东京电玩展，要看什么呢？是最新的主机游戏，还是做到看不完的正妹 cosplay？ 都不是。这次东京电玩展中最夯的就是 VR。现在的 VR 游戏不仅可以让人有身临其境的体验，还可以跟其他人一起玩哦。像这样，跟着一旁的正妹指导员一起在 VR 虚拟世界里舞动，还可以在 party 里一起庆祝，干杯！也可以用来练习谈恋爱哦。只要点头或摇头，或是盯着对方看，游戏的妹子就会跟你回应哦。话说，一直盯着人看，就算知道对方是虚拟的，也令人相当害羞啊。而加入了其他配件后，还可以这样做，像真实世界一样骑着摩托车飞驰在荒野中，或是在激流中体验超高速滑雪的刺激。准备好迎接 VR 世界到来了吗？